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收看智林体育台今年为各位观众朋友转播的第11届圣球杯少棒邀请赛的现场在台北的琼林球场来举行。今天稍早两场比赛，新北中义国小以及大勇国小，那场比赛呢是大勇国小10-3击败了中义国小，而在刚刚那一场比赛龟山国小是14-1击败了来自台东的红叶国小。这场比赛为各位观众朋友转播的是台北的福林国小对战台东丰田国小的比赛。先来看一下丰田国小的先发守备阵容，投手高世凯，捕手林品浩，在内野部分一垒手宋清晰，二垒陈杰，三垒许定杰，游击手杨义勇，在外野部分左外野王佑恩，中外野黄义杰以及右外野的张义成。昨天比赛一局是由福林国小先攻，打击是第一棒的薛云哲。这场比赛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比较难去邀请到的奖评啦，这个专业的营养师我们哲雄阿雄来到我们现场，跟各位观众朋友，尤其是这个球员的家长啦，来分享一些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概念以及观念。阿哲你好。阿雄你好。好，大家好，我是哲雄营养师。好，那这边呢想这个请教一下阿雄就是在我们整个国小阶段啦，尤其是现在选手他们都是有在从事这个棒球运动，那要怎么吃对他们是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OK， 对小朋友来说其实这时候会很在意身高嘛，想要长高一点，可能对他之后运动表现会特别好。所以有叫三点特别重要。那你吃来说的话，我们非常注重牛奶。那牛奶的话，我们会建议一天至少要喝到家里的杯子，只要2杯，大概就是500cc 以上才够。对。那因为大部分学生啊、小朋友可能都只喝到大概1杯而已。所以这点要特别去注意到。来看一下比赛现场，这个球落地形成安打。福林国小的第一棒薛云哲现在站上一垒垒包，开路先锋就敲出了安打。紧接着轮到第二棒的曾瑞恩的打击。好，那像刚刚这个阿雄讲的，要喝牛奶就是每天至少要2杯啊。没错，要喝到2杯。要喝到2杯。那这样子对这个这个国小的小朋友来讲，可能就是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吗？也可以，或者是运动后，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时机。那其实我们有一个观念当然在网络上或者是媒体会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运动之后吃东西会变胖，这个观念是对的吗？其实这观念是有点错误的。其实运动后我们会很建议其实要立即补充食物。对，因为这个时候你运动的时候有消耗到肌肉一些能量。那这时候如果尽快吃食物，可以让它恢复的越快，而且养分主要会跑到肌肉去。对，但如果说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吃的话，那吃进去的东西就会回馈到脂肪里面。对，它会比较多跑进脂肪去。对，所以其实运动后是要注意，一定要记得吃东西。哇，看到这个手背的水准非常的高。哇，二游之间把这个球处理得恰到好处。我们再看一次，这是一个高弹跳游击手第一时间没有接到，但是二垒手在后面做一个补防把这个球给拦下来，传向一垒，造成一人出局。所以现在福林国小呢攻占二垒，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钟怀义，盗垒出现，哇，抓到啊！福林国小。这里薛云哲对自己的脚程很有自信但是教练摇摇头这个盗垒失败了但同时也是代表丰田国小的捕手林品浩有非常不错的背力两人出局，垒上现在没有人了。要来看第三棒钟怀义的打击。
那像刚刚这个阿雄所讲的，这个运动结束之后啊，可能就是希望这些选手啊要马上去补充一些养分啊。那这边也是跟各位观众朋友呼吁一下，绝对不是运动后不要吃会变胖，绝对不是这样子，绝对不是这样。运动后一定要吃，对，是的。而且他们消耗量这么大，其实运动的当下我们肌肉都是在消耗的，对，所以你没有补充的话，反而会让它恢复得更慢。嗯嗯。好，这里也是跟各位观众朋友做一个澄清啦。那观众朋友有收看我们智霖体育台，也是一个福气，好，可以刚好听到这样子的消息哦。这是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营养师，阿雄所讲出来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哦。那也是破除我们以前的迷思啦。嗯，像除了牛奶之外，家长也可以准备一些比较蛋白质类的食物，像是茶叶蛋。茶叶蛋，或者是小朋友喜欢吃优格的话，也可以吃点优格。对，哦，不过优格糖会不会太多了？哦，在挑选的时候，我会比较建议要挑选无添加糖的优格，还有球蛋。哇，这个球啊，想要做一个牵制，但是反而是造成了爆传。跑者现在站上二垒了。轮到第四棒，郑兆哲的打击哦。现在得点全有人状况下，来看一下中兴打线的发挥。哇，这里尝试做回马枪，教练在旁边一直叫他跑，他不动。再看一次，他以为球接到他的手套当中，他没有看到球是滚出去的啊，所以不敢动了。那教练在旁边也是无奈，摇摇头。内角偏高的坏球，但是这个球的球速是来到98公里哦，是我目前转播当中应该可以说是最快的球速了。偏低，丰田国小今天的先发投手是高世凯。高弹跳，这个球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转身再做一次回马枪，哇，这个球抓到了，第一次没抓到，再来第二次，哇，结果三人出局，这个半局没有任何的得分，双方0-0。
回到比赛现场来看一下福林国小这一边的先发首飞阵容，投手郑瑞恩，捕手钟怀义，在内野部分一垒手郑兆哲，二垒石乐恩，三垒陈子毅，有几手薛云哲，在外野部分则是李敏智、王廷旭以及郑嘉佑。看一下丰田国小的先发打击顺序，第一棒陈成杰，第二棒许定杰，第三棒黄义杰，第四棒高世凯，第五棒杨业勇，第六棒王佑恩，第七棒宋清溪，第八棒林品浩，第九棒张义成。一局下半，轮到丰田国小的进攻，来看一下这边福林国小的先发投手曾瑞恩。这里汉超，哦，这个算是比较厚实一点的选手，看他投球的球质怎么样？哇，也是有96公里哦。这球打击出去，在左边方向，抓野手锁定了位置，接杀出局，用了两个球就抓到第一个出局数。像这个阿雄啊，刚私底下跟阿雄聊天啊，知道阿雄之前也是有在打这个慢速垒球啊。是，对啊。那阿雄有打过棒球吗？棒球没有哎，没有，大部分都是打垒球。打垒球。对。那垒球跟棒球的整个同质性还是比较高了。不过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很厉害，像我自己去测球速，大概最多也只能投到97。97公里。他们在国小啊，他们在国小就可以投到比我还快，真的很厉害。其实阿雄可以投到90几公里，也算是蛮厉害的，协调性算很不错的。在整个一般人的状况下，成年人大概就是可以投到大概七十几公里左右了，就已经不错了。这个球左半边方向的一个落地安打。现在是攻占一垒，许定杰。轮到第三棒黄一杰的打击，哦，这个球漏掉了。牵制啊，反而造成自己的失误。许定杰现在站上得点圈了。而且现在在打击区是要面对丰田国小的中心打线，第三棒的黄义杰，来看一下黄义杰可不可以一棒啊把分数给追回来。哇，这里左边方向说着说着就来了安打出现，而且这球滚出去有二垒安打。黄义杰适时的二垒安打也帮球队贡献了分数。不愧是丰田国小的中心打者，在整个挥棒的速度以及力量上都是有一定的水准。而且现在还是二垒有人的状况啊，要面对依旧是中心打线第四棒的高世凯。那同时高世凯也是丰田国小的先发投手，这样子的搭配阵容在我们所谓的职棒以及成棒啊是比较少看到的，又是投手又是中心打线的，但是在少棒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对二垒跑者比较有警戒心。
就这个球挥棒落空，没有去注意到，哇，黄奕杰这个跑垒经验相当的丰富啊，刚好抓准这个投捕之间呢，没有再看二垒跑者，一口气来到三垒垒包了，看他的身材也是非常的高啊。跨步的距离蛮大的，导致他的脚程也是蛮不错。外角偏低的坏球，面对第四棒的高士凯，现在甚至不需要安打就可以得分了。来看一下这个球，结果是打成了界外。这个球打高了，左边方向直接落入三垒手的手套啊，但这个球接得还蛮惊险的。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把这个球给接住，两人出局。其实今年看到这个圣球杯的整个比赛啊，大会真的非常的用心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外野墙的部分啊，是用这个布条以及角锥给拉出来的。在资源这么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昨天看到工作人员真的是忙到比较晚一点。这也是感谢现场的工作人员哦，有你们的付出，这样比赛才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哦。那同时也是大会的用心啊，今年还邀请到有这个专业的防护员以及专业的这个营养师来到现场啊，跟各位观众朋友以及这个各位球员宣导一些正确的观念呢、啊。这也是在其他比赛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那当我们现在讲求的是科学化的训练了、啊。除了正规的这些球技的训练之外呢，有时候教练还是会参考一下其他的外界的一个数据来去做调整了、啊。不管是说在练习的方法，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饮食方面的控制、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像我们知道这个阿雄刚跟你聊过天、啊、你有做过这个运动员的一些食品的一些控制、啊、是是。那这边如果说小球员啊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透过网络直播，现在网络直播非常方便啊。那如果说观众朋友有问题也可以马上啊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提问啊，我们也会马上把这个问题给让这个阿雄知道，让阿雄来帮大家解答。对，那尤其是家长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啊，家里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在整个留言板上面来提问。因为小朋友这段时间其实饮食跟他生长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提出来。对对，哇，这个机会非常的不简单哦，不容易了。那也不只是小朋友，这个家长自己有问题，或者说家中的长辈哦有什么样子的需求，也都是可以提出来做讨论哦。这个球打成了一垒方向的滚地球，结果是遭到刺杀，三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丰田国小的进攻，目前丰田国小在这个半局拿下一分了，1-0，暂时一分的领先。
现在进入到第二局，二局上半，福林国小的进攻，打击轮到是第四棒的郑兆哲，现在福林国小有一分的落后啊。偏低的坏球，而局上半我们丰田的先发投手高世凯啊，整个坏球率是比较偏高的，连续投出三个坏球，没有好球。这球摆短棒干扰一下，起到了作用，郑兆哲获得了一个四坏球保送。那回到这个刚刚的话题啊，这个刚刚这个阿雄有讲到，就是我们小朋友在整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蛋白质是必须的食品啊，然后包含牛奶或者是一些蛋类的食品啊，都是比较需要的。那这边有没有说是小朋友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比较不适合的食物？有啊，像刚才原本提到优格嘛，大家在选的时候记得要选无添加糖的，因为我们食物中里头有一些精制糖，就是可能调味过加的那些糖啊，其实这些糖会影响到小朋友生长，会让吃多会让他们长不高。对，所以平常家长尽量不要让小朋友喝太多的含糖饮料。哦，饮料不要多喝，饮料尽量少喝。对，这个球点到了界外。其实饮料这件事情啊，不只是小朋友啦，我们还是建议，这个身为家长也不该喝，因为成年人喝尽量少，比较容易变胖。而且饮料其实喝多了真的是对身体不好，对血糖控制会比较不好。对，喝水最健康。像成人的话，茶、咖啡其实都可以，但是小朋友其实也比较不建议。好，这个球哇，三垒手处理起来哦。有一些瑕疵哦，不是这么的干净，所以这个球可惜了。啊，丰田的投手还是过去给大家鼓励啊。队友之间呢，出现了失误，不要有谩骂，都是给鼓励的方式哦。这样子其实，对整个队的整个士气来讲会比较好一点。一二垒有人的状况，现在要面对第六棒的石月恩。一个好球，没有坏球，转身做挥马枪，哇，这个速度有一些威胁性啊，但传球的位置是比较偏差，可惜没有抓到跑者。两个好球，没有坏球，球速上投手的绝对领先。结果挥棒落空，三振出局。哇，在保送三名打者之后啊，马上啊缴出了一个三振。一人出局，
高士凯的球速还是蛮有威胁性的，大概都是将近100公里啊。这个球碰了一下，考验一下二垒手，先传二垒，再传一垒，但是已经来不及。不错的尝试。王廷旭现在攻占一垒垒包，福林国小的进攻是攻占一三垒了。两人出局，现在要轮到第八棒的郑嘉佑打击。哇，抓到了一垒跑者，现在跑不掉了，直接是遭到投手的触杀。三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福林的进攻啊，留下一三垒的残垒，没有得分，目前还是一分落后给丰田国小。二局下半的比赛，现在丰田还是有一分的领先呢。这球打在反方向，落地形成了安打。打击轮到第七棒的宋清溪，偏低的坏球，坏球率还是偏高，三个坏球没有好球。结果这个球没有出棒，遭到三振，但是我们看到宋清溪，抱歉了、啊，这个一好三坏了，第一颗好球，宋清溪遭到了，是获得保送。
看一下这个球打击出去，游击手去前处理，往一垒传，没有问题。但是一二垒的跑者各推进了一个垒包，现在攻占二三垒。到第九棒，张义成的打击。现在丰田国小还是有一分的领先。这棒来看一下，有一手接到之后选择传本垒 out 哦，吼吼！再看一次，相当的精彩。刚好这个球也是蛮强劲的，直接落到游击手的手套了。精彩的守备哦，以至于福林国小把比分控制在只有一分的差距。现在是两人出局了，那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安打的表现。打击现在轮回第一棒的陈成杰，这个球没有出棒了，陈仁杰是遭到了三振，原本在四分的危机边缘哦，这个还是靠着福林国小的整个守备哦，以及目前的比数还是1-0，丰田国小仅此一分的领先。
这里是福林国小的进攻。第一个球就点了，想要偷点了，没有得逞。福林国小上场打击是第八棒的郑嘉佑。偏高的坏球，但是吸引到打者出棒，这个球也有来到99公里哦。丰年国小这边应该是换上第二任投手了，标二号的杨化勇，直接遭到二垒手的接杀。一人出局。哇，破百了。好，这个球打击出去，哇，二垒手，哇，今天的表现，尤其是在这个半局哦，非常的出色哦。后退的行进间把这个球给接起来，非常的不容易哦。尤其是加上今天的天后状况哦，太阳非常的大。其实球员在往上看的过程哦，一定会受到这个阳光的影响。这次的防守也是非常的给力哦。丰年国小这边第二任的投手杨化勇啊，他的这个球速应该是我们目前播到现在最快的一个投手，刚出现102公里的速球，在哨棒的这样的阶层啊，要出现100公里以上的速球，其实蛮不容易的。尤其现在选手应该是小五升小六这样的年纪。哇，这一个直接三振了，快速直球的对决相当的精彩。李敏智跟着薛云哲遭到了三振，也结束了这个半局福林的进攻，目前丰田还是1-0的领先。比赛进入到三局下半，
来看到丰田国小的进攻，其实两队今天呢、在整个不管是攻守方面的一些水准都表现得相当的出色。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左边方向落地，哇，是在界内形成安打，不过这个球距离的关系不够远，跑者在一垒止步。许定杰今天两次的打击都是一垒安打坐收，结果牵制爆头爆传了，许定杰站上二垒。大家轮到第三棒的黄义杰，上次打击一支深远的二垒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呢，也是目前丰田国小唯一的一分。哦，这个球也是相当的深远，来看一下中外野手完全锁定了，接杀出局，打得相当的扎实哦，但是可惜落点不佳。偏外角，这个球是坏球。打击轮到第四棒的高世凯，这球来看一下，穿出了内野的防线，哇，左外野手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干净啊，往回传已经来不及了。二垒的跑者现在是回来本垒得分了。这也是丰田国小的第二分。内角偏高的球，打击面对的是第五棒的杨业勇。这个球一样是打穿了左半边的防线了，打得强劲啊！这一棒也把教练给打上来了，富林国小的教练上场跟投捕之间做一个沟通。当然，以现在这个阶段呢，三局下，而且现在有两分的差距，只有一人出局攻占一二垒。如果说比分再让它扩大的话，后面福林国小会变得不好打。这球点下去，哦，点得不错，跟着边线走，要等他滚出去，哇，哇，这个投手非常的有经验哦。那如果说平常有在打软式球的话，这是算是基本的标配啊。但只是硬式球，它滚动的这个轨迹不是这么大，要等它滚出界外，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刚刚也是让
整个福林的教练团啊捏了一把冷汗。那一球如果没有滚出去，那就大失血了。这个球偏外角，非常的接近，但是差了一点。谁？球场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还是要提醒选手，真的要注意一下。这个球挥棒落空之后呢，传向三垒，成功的抓到了跑者。双盗垒的战术，现在福林是攻占二垒垒包。现在打击是背后十号的陈世展。哇，刚刚这个福林国小的投手啊，曾瑞恩，他的球速来到了104公里，非常的快。这球往反方向啊，游击手没有接干净啊，拼本垒，结果回传本垒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失误。哇，那这样子对福林国小来讲真的是亏大了。3-0，丰田国小的第三分，现在还攻占二垒垒包啊，攻势还在持续进行。这个球传三垒，抓到！哇，福林国小的捕手钟怀义相当的漂亮，抓到了到三垒的跑者，也结束了这个半局。丰田国小的进攻，丰田国小这个半局再次的得分了，目前比分来到了3-0，三分的领先。
回到比赛现场，市区上半来看一下福林国小的进攻哦，这样投打的对决可以说是两位投手的对决哦，两位投手的球速都有上看100的实力耶。打击是郑瑞恩，还在福林国小的第二棒。面对是丰田国小第二任的投手杨业勇，好，这个球考验一下二垒手，抓到第一个出局数。室外球保送了第三棒的钟怀义，来面对第四棒郑兆哲。摄影师真的要小心哦，脸是有缺口的。球高起来，勾到界外，捕手没有机会。
对，现在风势比较大哦，其实对球赛也是有一定的程度影响。只要是飞球啊，这个外野手就必须要去做一个预判，球可能飞得比想象中的还要远一点。这里跑者先起跑，投手往二垒传，速度是站在丰田国小这边哦，但是没有传好了，这球提前落地，那游击手也没有拦下来，成功的倒上二垒。哇，没有出棒，遭到了三振。郑兆哲吞了今天的第一张老 K。这球没有出棒哦，是一个好球。现场这个风真的比较大，且加上太阳又大的状况下，整个红土是比较干燥的，时不时刮起风哦，都会造成了尘土飞扬哦。投手球前方的滚地球，自己下球处理，完成了第三个出局数。这半局福林国小没有得分呢，0-3，还是有三分的落后。
赛进入到四局下，来看丰田国小的进攻。这球考验一下游击手啊，第一时间没有接好，再捡起来传。看一下二垒手，没有问题。二游两位野手，分别是抓到两个出局数。打击轮回到第一棒的陈成杰，今天还没有打击的表现哦。来看一下这个球，一样是二垒手来处理。这个半局三上三下，丰田国小没有出现过任何的跑者，依旧是3-0的领先。比赛进入到五局上半，轮到福林国小来进攻。这半局丰田国小是把投手给做个更替，换上背号十号的陈世展，那是一位低肩侧投型的投手哦。
偏高的球，挥棒落空。十月是照到了三振，十月恩。这也是他今天的第二张老 K 啊。这球打在右半边哦，遭到右外野手的接杀，打得不错，但落点不佳。这个球反手来处理哦，传向一垒，三人出局，这个半局还是没有得分啊。福林国小目前是0-3，还是有三分的落后。
来看到五局下半丰田国小的进攻，看一下这个球啊，直接落入左外野手的手套啊，往回传，一垒跑者还是有一些警觉心的。跑者先起跑，成功的到上二垒。
好，这一球哇，越过了内野的防线了、啊。二垒跑者跟一垒跑者都，哦，一垒跑者现在是停留在三垒，哦，差一点点呢、啊，差一点被抓掉。这是深远的安打，得有一分的打点。4-0。哇，现场的这个风沙是比较大了。
这个球中外野手飞扑啊，没有把球给接住。那三垒的跑者都会来得分。现在三垒是 Aldo。6-0啊，那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现在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这场比赛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90分钟，所以这局也是最后一个半局了。那同时，丰田国小结束这场比赛还有很多种方法，那另外一种就是拿到第七分，5局7分就可以提前口斗比赛。现在两人出局。那对福林国小来讲，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有机会了。这一局一结束，马上就会被裁定比赛。这个球判定是界外球啊，要把裁判叫进来讨论一下。刚刚这个角度看起来是有触身球的可能，打在了棒子的尾端呢、啊。看起来应该是有打到手背了，赶快紧急做一个处理。这样看样子应该是要直接把比赛给做裁定了，因为现在时间是已经结束了，所以这局打完依旧是丰田国小领先哦。那当下就做出一个裁定，丰田国小这场比赛6-0击败了福林国小，拿下了分组预赛的第一场胜利，我们恭喜丰田国小。好，待会我们休息一下，要进行的是桃园景信国小对上台南立仁国小的比赛。好，请观众朋友不要走开，要继续锁定我们智霖体育台。我们待会见。